我这很鱼啊。不玩了。你说这贴吧发帖没有个满分都不好意思发。我们哎，怎么这炸弹人啊？感觉好没意思啊！我操！啊，他感觉我要被炸死了！哎呦，炸弹人想大家，哎呦，这局感觉好无聊啊！啊他们真他妈没得选这个。炸弹特别屌，炸弹特别屌。不是，主要是刚才挺无聊的。我看那两个，看反正可能这个大场面。这哎，哪个英雄打小娜加小啊？推这个。我们有 TB 了，我们有 TB 了。小娜，感觉像猫啊，哄他，我猫搞的。下次再帮小娜加熊吗？熊猫还可以吧？他骗你的皮神。他不要放朝鲜出来了。有树没？有树没？我来，两个。别让敌人发现。我要点他妈的，我把气势喊出来。哎，我本来不准备点的，你点了我也点了。哎，我给你们打个样。对了吗？我操，他妈好贱啊！我操，玩这个英雄。我给你们打个样，你们跟随我，都预测胜利。你们这是怎么玩这英雄了？我操！他们这是啥分组啊？小鱼弟，巨魔中，小娜迦也可能中啊。我感觉他们小鱼人是优速路的吧，然后巨魔和那个大男人在上路，小娜迦中单。嗯，之后我都不敢游走了，这我都不敢动了。找炸弹位置吧，先出门找炸弹找。这我都不敢动了。这都不敢动了。咱们全程挂机五分钟吧。哎呦，马特很能刷的，他刷起来很屌的。是的，是但是金钟炸呀！幻象，还好这把有个幻象，可以排下炸弹。哎，我该选个远程的，我操，他妈炸弹人是挺头疼的。是啊，你该选一个的，但是远程怎么抓人呢？哪个好一点？30秒后战斗开始。他没想拖，咱们也想拖，但是咱们打架好像不如对面厉害。我操，我不敢走，不能下。哎，你郭哲，你怕什么？他没空，我操。好的。我还没炸死了。好、哎。前进。你把麦走麦。哎，我。这局能点睛的，都是点睛啊！都是点睛，点什么？点这炸弹，点炸弹。这要么是一个三四十分钟被他们碾压的局，要么就是刷了一个六七十分钟一个五五开的局。为什么不是我们三十分钟把他们碾压呢？我信，咱有信心，我操！你20减速就是啥？我三级能打340点，一定要340点血，这么精打四分啊！打四分，对啊，我看过土木哥的视频的，精确的计算，三级让我想到一个人，三级滚过去 A 两下，刚好三个进阶，是340。那个人就是，介绍一下，就是，我告诉你。
土猫哥啊，就是那个 waiter， 是我的老师，屁神的老师，我不是，是大众的老师啊，不是我一个人的。是谁？是？难道是？难道是他？全天下人呢？哎，小鲁已经发现 AA 一枚。哎，我感觉可以揍他，怎么说？我感觉可以揍他，怎么说？哎呦，开始激进就走。是不是死了？哎，我上你别，你还犟。哎，你们被跳着了，我操！上去我接单了。皮神小心这个地方。今天我只想做一个安全的名单。好。我操！这想让家一起学他妈换项目，埋雷了。他学什么都没用，基本功屌的不行。哎，知道吗？雷埋在哪个位置吗？二级我就觉得那个学了换项，不知道。他吃小心干嘛啊？我操！我绕了一圈都没有。你拿自己真身去绕吗？妈的好疼啊！别在野店，赶紧在野店。你要学习总策略。他一直运动，我操！我他妈刚发现。跳跃前进。好主意。妈的，他反骨！我拉黑。他一学的被动，不虚他的。嗯。他学被动还不虚的。就是因为他太弱了，所以不虚啊。砍两下能跑吗？对不对？遵从您的命令。游击战呢？你买歪歪只有买瓜瓜行吗？啊，我忘了。啊，炸掉了。这是个 A， 我操！他他妈的出了个鞋，我操！刚发现他好像825了吧？没事，我二级都不怕他，因为之前有点虚。操，同志。哎，没跳出来啊！被咬走了，被炸死了。没事。我没看，你看。炸弹炸残了。啊，应该是加强。这炸弹人会玩的，小心点！我经常被炸死。迈向胜利。感觉上路河道有那炸弹。哎呀！哎，我的怎么说？啥砍 A 砍 A？First blood， 哎我操 ，First blood 被 P 了。你找，哎他妈，是时候搞个毒球了。哎，上不了。这是那个。这他妈还不走？干嘛，小伙子？谁先 A 呀？不服啊！我操，他不服啊！我操。对，牙膏。妈逼，他应该是对砍，对功力哪家强？夜眼下路找军团，我进去歇了吧。说的好不押韵啊！我靠，再想一个，太不押韵了，我好难受。只能把你不杀，没杀，气魔没什么麻烦，现在还是找个小人吧。我怕他自爆，主要是怕他自爆。妈又来了，这个逼！我靠。我需要一个奇迹啊！有个奇迹，可以干那个 A。别着急，我就一号兵了。咱们家这俩不能平 A， 我真是烦啊！对，我是啊。我有炸药，怎么说？等一下，别急。让敌人发现。哎，他干我！这个逼他妈好过分啊！你到时候跟我家 T 什么的？我 T 等级太低了，现在下面是不太大作用啊。我要干人的话，我肯定得给自己加，给自己加战斗力强一点。下伏，先控一下。控了，已经提前半小时去蹲了。以前诺图。他们下路好像有眼，这个逼他妈刚才想也有控服的意思。我还得要。方中塔需要支援。算了，我把变身用了。是不是经常用变身补刀吧？就变身补刀。不是。TP 会要了吗？会要了，马上会要。现在还没会，有点慢。我操！你们上路被那个巨魔压着打、啊，
有惨啊！去魔家炸弹啊！操，压力很大的。哦，那没办法。当然。一般应该是三轮会啊。没事，他们下午一蹦啊，我也只能这么解释。去战斗吧。哎，大哥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好主意。马哥，你就二三这点吧，不要学那个残影，加黄点都可以。哎，别别别别别，这玩意儿，我想跑，我看你往前走，我就往后跑了。我看你不难的，我是可以干的。你干过不行，他刚才小人找着，哎呀，他怎么不服气呢？我操，怎么不服气呢？怎么就不服气了呢？我买这个可以，感觉可以干这个活了。好，别干，别干。别，现在你就别干了吧。等我试一试，试一试，本人可以干。试一了，我试一了，不干。可以干，可以干。算了，我打药。看到没？看到没？然后这条。我们走。Nice 啊！绳子 GW， 我操！不仅骗他的队友，不是，不仅骗他队友，也骗他的队友，我都没注意，我操！这个隐身是真是隐身。是啊，我操！我真注意了，退上来了。啊？没有，真没注意。对。上副将大家要拿了，我给你，你先受我的心。我帮中塔，那是炸弹人啊！真是他妈，我买个别来上路吧，上路全炸了。嗯。我方中塔需要支援。哎，怎么说？我四方的嘛，走干，四方嘛，神剑，那家伙，干他！这个也得死，这个也得死，吸铁石。哎，下塔可以，我有装备了。对，我比武带装备，对。阿面。炸掉了！双倍！别怕！果然咱们是23分钟把对面叫打劫了，别怕！爆！我猜！哎，我给你水！对。他们这边有优势。是啊。他妈人也这么。防御不死，你慢慢发育。谁来谁死啊？打死！再打！给你水。没给着。别打！可以打。工程师自杀了，我操！行，大家管不了他那个，我不要单杀一次。哎呀，我操！哦，有地雷的，有地雷帮的。哎，这边是魔棒。这个感觉你可以摸。第一时间打呀。哎，我睡一觉。没有，我刚才他妈睡觉。那我再去勾引一下，我说。哎，别勾引。但是我那个蓝好像不太够啊。别勾引，他们再来一个，我感觉得杀不了你。哎，他们没人支援的，相信我。你在这里怎么说？我觉得他，你直接射个箭好不好？嗯，行。如您所愿。对面看到我也是比较害怕，没事。我方中塔，我兵勾一下，我在这边决斗他。嗯，好，就是现在。哎，他过来，我操，他怎么这么猥琐啊？哎，就是现在。哇，这你射的有点近啊，杀不掉。杀得了。对。我去中路了，需要支援。中路我来战好吧？现在没人，一会儿你来战。哎，我把炸弹提上去了。哎，别管他，他有没地面，有没地面，他没地面，别理他。劈人就射他，去射他。射他一脸，射他一脸，射他一脸。我不是啥意思，我射他干嘛？不是不管他吗？他这里。他有 NTB 了，他呀，还有 NTB 啊！行、哎，他交给我了，你们玩着，你们玩着，他交给我了，他只要有 TP， 我就过去射箭。对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喜欢炸弹。我的眼睛始终没有离开小地图，随时看有没有信使的出现。可以。没事，我们也帮你盯着，你打。别让 TP 了，把他一辈子关在这里。我一辈子关在这里，笑死我了。想跟他埋雷吧，让他，给他埋一辈子雷。哎，打字去了。好主意。哎呀。用了吗？子杰。我要运。没了。对不起。真怪我。哎，冲了！喂，劈了！我看到了。
别吃那么多人，别吃那么多人，我尝尝尝尝。是啊，你意思太明显了，太踢上去。完了，我准备干他的，我干他的。完了，哎呦，他走了，完了，两个鸡都没了。冰城，你不该射箭的。我准备干他的，我准备干那个巨魔的，那巨魔那位置，感觉应该是中了。哎，我有六了，给我大的，有六了是吧？我都能绝了他了。好，回来逼人呗，你看看怎么说吧。马上跳刀。哎，哎呦，完了。哎，不敢他出来了，我操，给他关到牢里的。没事，我还能踢，还有机会的。需要支援。相信我吗？有。这小当家有点肥，我操，报警了！小当家真是有点肥。火风中塔需要支援。他这个血量，我觉得他已经杀不死啊！你下轮能飞是吧？我上巨魔点金，我能飞，倒是能飞。哎呦，哎，算了，我去上。哎，这巨魔小哥的最想吃啥样的？我能飞啊，我能飞。我操！我怎么跑那去了？还别拉我啊，兄弟啊！我操！我说，哎，我收了个人头。他这有雷。这你妈，这不勾引了他是不是？雷我撤。算了，哎，这小哥。哎呀，我操！这他妈的，差点他妈炸了。妈，本来点金了，连续被炸死两次。操！就不应该管那炸弹人的，应该好好认真补刀，点击就出了。炸弹人他反正他想回他自杀就回去了。仔细想了一下，我方中塔需要。哎，这细思恐极，啊，我怎么没想到呢？我细思恐极，细思恐极。七七怎么了？七七一想，恐怖到极点。别！哎，我操！完了！哎，别这么打，别这么打，我们劣势啊！我怎么感觉我们是有点优势？哎，完了！不可能优势，我们现在大没打。如你所愿，大略。九一开的局，我刚才他妈的没注意他，他们有人认真打。向前越进。不是，你怎么又去送啊？这军团我真服了，真你妈愁了。我看他一个人，我想干他的，结果发现有人 TP。不是你干人，你跟我说一下，咱俩交流一下是不是？刚才上路三个兄弟啊！我操！哎，又在中路开始埋了。看到没有？你妈逼，我们不瞎。哎，我觉得他能杀吗？杀谁啊？我能飞。他走了，我操！我去上了，这个逼太过分了，怎么能飞？我能飞，我飞了，我已经飞了，他一用过了，知道他。他还能翻不一塔那个，对他先接下 buff， 你知道？你别激动啊，我操！我方下塔。谁你妈激动？就你一天天的跟那儿激动我，哎，我买个针眼。别，有雷。我知道。快没卡了啊！好主意。哦，莫急，现在他们也去杀一个小鱼可以杀。我操！我没有雷吧？我操！我操！哎，他踢 CD， 他那什么 CD， 他知道 CD， 他必须死。自杀 CD。你演说这怎么办？哎，中午这个大家有没人？五秒。哎，我操！你妈出晕了，我操！哎呦，那是。我去那要麻去了。他他妈一下我打晕了，我操，没跳走。好好打，下路有钱，持续刷。哎呦，我操！不刷赢不了，我们推不了他的。差眼了。哦，没他，他身上有眼，他在等符。你买宝石还是买针眼？针眼吧。哎，这个 BKB 上了，这个 BKB 上了。宝石也推不了，我们推进能力不强的，要等 TP 集装备。还先买一个，先抽护甲，他那炸弹就没多少威力了。妈，我大，需要支援。我大。遵从您。但是好像谁都杀不死。我就知道你很强，那不用说。车上午你来那个给你刷，我们找机会没事干一波，然后刷一刷，感觉还有机会。对，找点节奏。没事，慢慢来。
哎，他们退庄怎么办？能死吗？我方中塔，我的，你会，你瞧了吗？你放放打不了。全面加速。人人人 ，help help！ 没吧？我操！对。哎，你们！我给他下路去了，前面在跟我。哎，你干嘛呢？哎，他那个用过了。那你啥有啥用啊？能砍死他呢？砍死他！这不完了吗？节奏。好好好，这不完了吗？完！那这有个颜值器。哎，这走路我们想办法就其他路干啊。我有大的，如果要干人的话，可以找我开大。这你妈有眼，这我雷，我操！来，这个逼他妈好坏啊！哎，我去搞他去了，我不能忍，我操！我没砍啊！哎，我没砍啊！死了，他应该是死了，奈斯。中塔需要支援。我想逮住小娜迦。中塔已经失守。哎呦，来中路小心。开开空王符往上走。哎，差一点。哎，我感觉我他妈还是有点卡呀，我操！哎，我真假。二杠零杠七啊，这单机现在非常华丽，绝了。无敌！如果这个战绩是马特的战绩就好了，这把就稳了。他们小鱼不飞了，军团和那个精灵可以找着他干，找着他加工，崩了屌屌的。土猫怎么保人嘛？我理解你，毕竟我也是个土猫大神，对不对？玩这么多把了，玩了二十多把了。他们这里好像有来了，我不知道有没有。我看到那三人往那边走了，具体有没有来，我也不清楚。给我留下来，你来打，我帮你打。我方下塔需要支援。啊，他上塔好像又要走。就下我不敢去，他们都没到。我符都不敢控啊，妈的！不想踩雷了。小文实际量这个了，但是我大胆人没有大。你我他们小鱼人非常惨，非常惨 ，very 非常惨。哎，你重复好几遍。快，你下了，你来下了。我 TP 二塔，你勾引一下。我这怎么勾引？用你的桥勾引啊！我操，绝活的。绝活就是这个。啪！把你们俩！哎，我操！你别在那吓跑了，我醉了，我操！那你这不是没有兵了，他就自然就跑了。激动！五秒有大。啊，要不要开大？妈的，跑的有点快啊！操！哎，有人！我先开大了，我们走。别动，死不了！哎，你别动啊！我刚才给你开大了。我没动。我这勾引，操他妈！对，这个上路兵我也能参加，怎么说？上路兵玩，走了，不用决斗 ，OK， 不用决斗，咱们砍死了。哎呦，我操！哎，我不管了，我死就死了，你别死，我应该死不了，他顶到。哎，这边有个工程师，野区有个工程师，小心那边有地雷。兄弟，土猫小心，土猫小心。我知道，我看他在哪。这个不要了，我操！报警！太他妈肥了，我操！很正常，没办法，十几分钟才会要，也不是特别肥啊。这已经很慢了，已经就是。哎，我这把是个超级大后期啊，鞋子。没事，死了，他死了。哎呀！死了。应该有来，下路应该有来，我直接TP回去了。我感觉我应该是，我除了那家应该就是我的肥吧。哎，你比他肥，哎，我感觉你比他肥。我感觉我没有他肥吧，他还比我肥点吧，我操，他妈18分钟战五辉耀，兄弟啊，我操，牺牲这个符啊。
我不敢吃。他是刷的呗，他打架呗，不一样。哎，你可以去走一圈，走一圈，没有。实验还没有，人体实验测试。人体实验，人体控服。哎，这有一个冰魂，好脏。好主意。哎，这边有小鱼。引刀了，小鱼引刀了，看到吧？我这眼，我这眼，这小娜家他妈的不知道真人在哪啊？看见了吗？这里他妈的，这个那什么小鱼，小鱼好像去上了。TP 小心 ，TP 小心。哎，我就蹲那个 TP 了，我就蹲 TP 了。松松他妈没法推，全是三人。哎，再中，来。掩护我们。经常来。你确定要干他吗？我操！可以干。我跳上去就黑了。感觉有雷。我能救你，我能奶你的。感觉没雷，我操！感觉没雷，感觉没雷，我的感觉不会有错。感觉没雷吗？来自人体实验。啊，我操！果然没雷。没准备炸不死咱们，炸不死咱们了。我没砍。炸不死又没用。就是的。我这插着一个针眼啊，有针眼一个。现在天推建筑全面加固。再给马特争取点时间，咱们就翻盘了。争取点时间，再给他争取一点时间。哎 ，P 三，我感觉可以蹲一个，你怎么看？我有一根箭，我有一根箭。真的，上！别等我，上！哎呦呦，没大招啊！你这别上了，这别上！哎，可以！刚才稍微等一下，我不知道你没大，我知道你没大，我就先射了。那个位置他感觉应该站着不动的。我听你说，我蹲一个，我就感觉你应该有大了。撤一波吧，我是撤一波吧，时间我撤一波吧，撤一波吧，我这没狼了，假的，哎，我去单杀小巨人去了，我能飞，你看你能决斗吗？决斗我就能飞，我先那土猫飞，土猫和马，操，他看见我了，这么远的远视野，这刚才有眼吧？我操，应该没有吧？不应该有，我不想尝。我长这么狼眼，我操，他看见我了，我操，不对啊！他们都没来过这儿，怎么可能有眼？哦，我就应该听到我那个什么 T 的声音了。嗯，我大，来，我来，咱俩我大。小精灵，哎，小精灵，哎，这个是真的，下面美杜莎是真的，哦，那个那家是真的，没有决斗，你没吃到，刚才我就没飞。我马上灭了、你妈这老刷咱们野干嘛呀，我方重塔需要支援。有人没我能飞，来飞了，射一箭。 nice 啊，我箭很准的。哎，我感觉够留下来还能干啊，这 AA 差点是吧，给你留下来，这 AA 输的顶少，我操，他真的是彷徨荣耀，他是比我操我也不演你什么演。他们玩酱油没差什么演。发现我了，我操，怎么全是小兵啊这里？这是不是真的？其实我感觉我们被发现是吧？哎，给他们留个小野怪。哎，有道理，留个小野，把让他们刷那么舒服。全都留一个小野。都留个小野。他妈那小蓝家老刷野嘛？哎，P3。给个剑啊，给打个盾啊！你挨灭了吗？阿灭可以打盾的，阿灭了。一直把那里他妈第一下就打掉我了，我操，醉了！小娜家幻象过来了。嗯，小娜家在刷咱们野，我把咱们野都封了啊！我把野全封了又啊！你看，我看，我的攻速有点着急啊！可以吗，程哥？可以，我去。那你买呀、啊。你买，快买眼！你快把咱们眼全封了，把他们眼都封了，他老刷咱们眼。封咱们眼了。你封可不封，他刚才好像指望他，这都是他的钱，现在不封都是他的钱。咱们眼不没有咱们的眼了，现在已经都是他们的眼。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绝对不要。我绝对不要，你不要就 A 了。绝对不要吗？我不要，我要赢不了。把咱们家的眼都封了，再把他们的眼都封了，别给他们留眼，一个都别留。好。把他们都封掉，现在。马特哥什么情况？现在需要支援。其实我觉得现在局势还不错 ，TB 有的抓，还是比较赢了。他们那个就美杜莎肥，讨厌打这种局了，老没意思了，我操。他们就美杜莎肥。哎，
把他们也都打了，然后把这也都打了，把这也都打了，撑也撑点。我搞个TP你下去带，我搞雾来蹲你来了。是那个码头现在没有野刷了，现在只能封掉。三分钟之后咱们再等会儿，我看见人我就上了，看见人我就上了。你假装换将，假装换将，假装换将。给你开大了。我开过来的，我开过来的。然后上了好多人，下路应该是 safe。我方上塔需要支援。这。感觉飞行不用飞，不用飞。出兵一波，怎么说？哎，下路我们逼一下吧，我们逼一下吧，下路。我他们在上半场。刚才忘了开刃甲。我方上塔需要支援。我问被我昏身难受。我马上准备带宝石了。敌方下塔。走吧。别退了，别退。别又可以假装撤退啊！你们怎么看？这野不打了，马又大了。哥们，你们怎么看？不怎么看，没了。中路，我看一眼没有。啊，你看我的攻击力啊，好，好无敌。我们把对面也封了呀！我操！哎，这一盘真的，我操！我定位的话怎么看？你们怎么看？哎呀，你看吧，就鸡巴看，你快点吧，哎，看啥嘞？快不看？他妈的走了，我操！我没弹，看啥？我又不元芳，你老我操你妈给我炸死，差点！我们要不元芳，你有雷啊？我还是得开个雾啊！我干他，我还是得开个雾啊！你这边 TP 也回来了 ，nice！ 双方互扛光荣耀，双方互扛光荣耀。我操！这眼插的真是专业啊！他就要把我插那里了。我操，不至于吧？我操，给自己也疯了！我操，不，你懂什么？你看过想象家怎么打不？宝石在哪？宝石在哪？我带着宝石。我觉得不至于吧？我操，这还不是？我们安排一下瓶子。他身上加速服啊！皮神，我把宝石给你吧。好。哎呦我操！来，看不见他们人在哪？打大家一定要封自己野的，这都不知道。我打野都是他野，你给自己家团封啊！我操，那也在这里。你我真的不想跟你解释太多，我操。军团来，有大，有大吗？我能聊，这是个真的，能不能飞？能飞，他们俩能去了。你继续送我呢。好的，成功给力，成功给力。Nice！ 这个成功 Nice！ 下路小心，下路小心。他他妈玩的跟他妈遛狗似的，我操！我方上塔需要支援。我都快到时间了。刚才马特没护药，他护药，这个野只能是他们的。四分钟之内真一过就是咱们的野。要不咱们推一波吧？可以。护野绝对没错。护野只能说不会玩。我感觉上路应该没有的呀，人应该全在中路。我有宝石，我皮神去了。来，哎，你们都往上面靠下，我都快到时间了，推一波吧。我已上路。哎，皮神，假装撤退，我感觉有戏。那也是不是太假了？觉得来，相信我。我流星带一波吧，我流星带一波吧，我感觉太假了。好。现在我感觉你这暴露。哎，你能单杀吗？你能单杀，我 TP 走，就真一点。单杀有点。小大家在中了，小大家在中了。你看这小大家一中了，咱们也去走，封了这野绝对没错。不过咱们这电脑之间了，没了。不是有时候你不是你的野不是完全为对面服务的吧？你自己也得打野啊。大哥，你真不是你这你看你不是你现在玩你都看不懂局是吗？我就不明白，咱们马特没回药呢。算你妈，赶紧拆了。哎呦，你吓死我了。刚才封的时候马特没护药，肯定要封自己。现在有护药，当然可以就封了。哎，这是我蹲的，我蹲的。我不要，我去踩雷啊！我不够。哎，皮神，我跳上去看看有没有眼。来，这里。哎，有。哎，你射一箭吧，我跳上去。没。哎呦，我操！来，还好，没事。你蹲刚好，时间要到了，问题不大。一直 OK， 一直 OK。这有一个。安不 OK？ 哎，这好多人，别站。哇！我操！为什么不提醒我？已经失手。我操！我赶紧撤吧，这不打不了。现在我能买，等。我方下塔需要支援，高地也有雷，他们高地也有雷的。
我他妈没我们知道能刷到钱就行了，能刷到钱就行了。可以踢，可以踢。能踢，这一个。妈的，操他妈的！刚一分手，刚就过来，他走了。我也追了。也不上，跑太快，他五二的速度，大哥。你小心，要活了，我去找。哎，我去找，我去找。刚才我不给自己加 T 的话，感觉能绝了到他。妈的，还给我扔大了，我操！我还觉得是应该。等小精灵活，等小精灵活，我有大招了，感觉得找一节奏了。我感觉你要死了。我虽然说我有大，但是把眼拿下。怎么讲？哎，我开大了，我开大了，往这走，往这走，往这走。等大家好像在远古。来，我开一剑，我射一剑，开始。哎，在。哎，这里好像是的。我操！假的！这边！我刚不是说了吗？他们那个他在准备打远古的。我不带你们，你们没输出啊？我他没他控辐射了，想让他打远古射一箭，等你们飞回来。不过这一波小当家没有那个了，没有大招了。他妈，他那个什么？把眼拿一下，这些搞那个什么禁制陷阱啊？这中拆了吧？又这个还吧，可以拆。哎，怎么这么多啊？我老大放全放一半了，我说呢，我他妈以为是一个，我操！妈强行了，妈强行！全面加速。走吧，咱们等个盾吧。可以。一起走。哎，你妈比你早先到我点号了。我感觉这种地方有人呀、啊。别让逼人！别他妈从那儿找！我操！我擦个眼，擦个眼。没。你妈战术打别人打我都不怕。战术阴影。哎呦，这真的。我都神了他。他CD。好，他快了。这他妈这逼他妈遛狗似的。哇，中箭了呀！中了。nice。这是一波高技的，好像是。nice， 这他妈都不能中。牛逼。哎，我感觉这个好，逼他买吧。我放下他，需要支援。哎，他好像放眼了。没大。哎，没放。我已上路。我放下他，需要支援。小鱼去上了，小鱼去上了。那个小鱼往上。小鱼去上路了。我大了。哎，这个他妈大炸弹人他妈去哪埋炸弹？好久没看见他了。下路。人家在高地埋了。下路去刷吧，上高地。逼不了买，上不了买，这时间已经到了，算了吧。哎，妈，小任林肯了，我操！找他。啊，林肯啊！后边林肯，我在送推。我们有土猫能沉默，还怕他林肯？真是，关键是我得决斗他。他应该藏里面去了。宝石来了，不在了，跑了吧 ？TP 了。这好了，来，别，小心，别再小心。哎、哦，在这，奈斯，想偷跑？哎西，被他拧死了。哎，这个怎么说？来，可以，拖，他马上打，马上练了，飞了，我准备射他了。对，我操你妈，我已经飞了，我操！哎呦，快跑！我操，这什么东西啊？什么玩意儿？这是？马屁你，快跑！差点带我支付了，我操！哎呀！打他！哎，我中箭了，我操！哎呦，可惜我走了。我不知道是真的。走吧。走吧。我以为你要大他呢。我没有大刚才。我刚才决斗是真的，完了没决斗成功啊！我操，我得出个哎，骨灰盒能破林肯吗？不能。这你妈小玩家玩的太失败了。破林肯。哎，你不懂，我操！有时候他妈这种东西，你就觉得是真的，可能。小人家玩太失败了。真的时候觉得是假的，真真假假。一真一假，真真假假，是真是假。对。谁也分不清楚。就是这个意思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哎，我也得搞不懂心啊。好的。这浪费了，又浪费了 PT 一记好剑啊！我操。我又有大了，我感觉我要不。妈的，我有点犹豫，出电锤收酱油还是出个羊？
出血谁啊？我抽出了，抽出了。羊嘛感觉好一点，要是有钱的嘛。哎呦，好呀，我感觉我能打出作用的。那个橙子哥来来，控制控制，带你喝汤。我大我大，我没多大木啊，没多大木，别急别急。我们走。这里妈是一大什么情况？战斗吧！哎，这个兵全是满，来这个兵满满的来这里。我方中塔需要支援。同意。我过来反了。哪有嘞？哪里有嘞？我这个 W 也挺坑的，他那个幻象的。哎，冰雨哪里有嘞？说一下。没啊，没有。没嘞啊。啊 ，TP 啥装备 ？TP 龙星了。马上大了，马上大了。中路高地是发飞。远古也留个小的给他们吧。好了，看这是哈，这里。远古也留一些给他们哈。太坏。真的是在这里。这样。这是他妈真的！没有大，没有大，我他妈忘了，我操，没有大，刚才第一时间跳上去没有大，没注意实力。我操，我也忘记提了。我的。呵呵第一没事，你看有这个，你看这小男，他肯定去下手刷，我估计真的。哎，有道理的。需要支援的。五秒 CD。皮神，能不能绳之以剑？两秒。绳之以剑。他跑得很快，应该是在这个位置。应该是在这个位置。哎呦，他怎么跑那么慢啊？差一点点。我那个队中也上不了，真的玩家好像能上，有多少？小真的玩家，小大家这波没大的，我感觉要不我们来一波吧。别去那儿，别去那儿，好害怕。我感觉我们可以来一波的。他在那埋来，射他，皮神，射他。牛逼！哎呀，毕竟皮神，这哎别进去啊！我刚说进不去，翻那么大，给我炸死了。刚才应该让我去的，我去的，我的。我他妈呀，卖个龙心，我操，做个轰炸了！哎，妈，我太脆了，妈的！我觉得要出死灵书才要上，有道理啊！我操，不然高，抓了上不了高啊！妈，我的一锅！我们现在抓人就是探下雷啊！我就探下雷，关键是探雷。抓人主要就是我们能刷起来。他们大家一个人肥玩不了的，我们不肥。你确定那是真的吗？我操！这我确定就是这个，这是真的。那你肥呀？那你肥他妈的呀？那你他妈我你多少练的了？现在我被加三次了，看伤害的字。哎，我杀他怎么样？但是没有林肯，他林肯大哥杀不了，他林肯。妈的，真是！小军，你要不出个推推吧？我方下。吹风也行。我出吹风，别人也有出吹风。哎，他妈的好蛋疼啊！这个逼，这个好像是真他妈真的，我操！就是他能干嘛，他飞走了好像。哎，我在马个钱了，马个钱了。我说，哎，他们巨魔在干什么？我说好久不见了。魔十五级，还没五级高呢。他都不太敢出来了。哎，我那个呢？宝石在哪？宝石在谁身上？来，给你。妈的，不敢上啊！他妈有个幻象。哎呦我操！鸡在干嘛？我已上路。谁的小树枝？皮人你把你树枝卖了吧，他那个马上要拿一个足球。嗯，好主意。他们他妈人都哪去了，我操，我操，等一下他们可能开过了，谁呢？我就地图上就看那两帮脸，一个他妈大家，一个他妈小鱼人。我在你后面，而且那大家还不定是真的。你干我了，灵魂掉到下路了。哎，这包下大家这吗？好主意啊！主要他那个灰药啊，我操！哎，先打断我节奏啊！这两个应该是假的，这两个也假的，这也是假的。那真的在哪儿了？这个是真的，假的也是假的，这是假的。哎，真的是刚才是在这儿的。我好想要火眼金睛啊！哎，这个啊，假的！妈的，怎么全是假的？妈逼！我操了！真的在这里，他飞起来了！他妈偷藏，这线被带的，我操！我醉了。杀鸡去！旁边用东西了，杀鸡去啊！我方下塔需要支援。你去杀个地方，可以带上面。跟着我，相信我，还能杀鸡来。那好吧。我找个地方打一把快大雷锤。我满野，虽然他们就是视野。感觉能杀到鸡，我有预感。遵从您的命令。
没有马特现在应该没什么压力。林肯了，又是林肯，操你妈！谁说的林肯啊？小当家吗？小当家的，小当家的，你看就是小当家的林肯。我方上没事，我有推棒，我有推棒。哎，我吃个牛逼的，我怎么看？我操！你找人，我有推棒，我能破林肯。我推棒，我能破林肯。当然。马特这里。我推棒，我能破林肯。我告诉你。操他妈！演杀他一定演一定到位，演不到位没法杀我的。我操！直接上来了，这个逼他妈真的搞定他！哎，我跳上去给他干了得了，我操！别别别，你杀一下要什么？别，我没了。这里没演吧？我操！妈，他们好猥琐啊！我操！我烦死了，这是林肯的。哎，来哥，过了，来哥，来波，马上，拆迁办，给幻象拉上去，把高地上去。拆迁办的时候到了，没了，你看，就一个来，就他一个来，好像他换子都用过了。逃子来，可以吗？妈的，这个他妈放烟花似的，我操！嘣！我觉得那个咋的过来是吧？2015年除夕春节晚会现在开始。哎呦！哎，我操！我不要，我死过，完了，你死了，你应该死了。别着，妈！别着，小心！我不怕！这 A 我操！交给你们，拿走吧！耶！我做的超级牛逼大飞雪！中箭了！这有风扇的地方是头。好，我会保持，上吧。他在追可以干他的。走吧。TP变成时间到了。他买的，可以去刷一波。再抓他一次。这个我没位置。我不要，我拿赢不了。那谁拿 ？TP。我是剩没位置了。TP 拿。TP 没位置啊。对，我说对。啊，点金可以那个啥。点金可以先丢了。等一下再拿吧，点金不能丢，这把还没完呢，这把还是刚刚开始。不是，先放两面。哎，如果我说中了，你们记得飞。没事。啊，这个也怪。但是我还有12秒。十二秒。哎，打个正算了吧，不着急啊。我感觉现在咱们占据上风了。等等，你妈人头32、24。哎，我如果我射箭射到有林肯的单位，他会晕吗？不会晕，但是不会触发那个林肯效果。好。这个 BAA 了，你们得做 BKB 啊！我看，别鸡巴龙心了，你 BKB 吧，人家一仗就别玩。是吧？军团要 BKB 了。哎，对你妈，你做什么龙心呀，大哥？你做了 BKB 不就不怕雷了吗？我给刃甲卖个 BKB， 你别着急啊，大哥。你刃甲别卖呀、啊！太脆了。你没有 BKB， 你怎么着都脆，我感觉。我 BKB 我肯定得出的，我先他妈龙心做出来再说。咱们三大哥 BKB 就是对面溃败之日。他妈有灵。向前运。我推方，但是我跟不上你。这个逼东西真是烦，不是他们就一定要跟咱们玩这种局吗？我好烦呀、啊！我操！我还好，我倒不是很烦，只是挺明朗的。好的。对，局势很明朗，就是他妈很，就是不太愿意打这种长攻局，没劲，等盾就行了。跳跃前期，我的神就干一到一个，我操，非常爽，甚好嘛！这个神宝，感谢我操，神宝被大号几秒。不完了推、冰这啥意思？冰变大、哎、他们那个谁挂机了，那个巨魔挂机了啊，是的，遵从您的命令就回来了，别信他的，还在逗我呢，我操。
又回来了。我估计他们生气了，放弃比赛了，内讧了。我操，这脾气好大啊。啊，估计是那个谁干的生气了吧？那个静博，他出 PK 的玩的炸，准备带着我们翻盘的。对不对 ？PP 不开心了，马哥要哭了。哎呦我操！哎呦，来给我换野兽，给我换野兽。别换，不换。哎呦，换！来，我知道。是你吗？臭酱油，是你吗？倒霉，我臭酱油。哎，不科学啊！这他妈被中了 AA 炸怎么能换呢？我操，我不能理解啊！这个 TP 专有的换血机制 ，TP 专有的，有一个是真的、啊，我操！好、okay. 哎，同样是生命一除，像这个像梅肯这种效果就没用，他妈他那个就行，我操！谁告诉你梅肯生命一除了？我就问你，就差不多，你懂我那意思就反正就是加血。我不懂。加血是加血，换血是换血。我估计我在想那家他控换药，把手控他妈抽筋了，我操！哎，管他呢，反正赢了就行、是。反正赢了，管他妈的什么为什么？反正赢了，管他外，管他为什么？反正赢了。辛苦。马哥手要抽筋。女神非常高兴。女神非常高兴。